与我来一决胜负。这厢有礼了。我也是醉了，要不是你在七星台借成西风。哎呀，不是，那天我前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投降。想不到你们还暗藏有。住手！不要误伤无辜。请点击武将头像，释放。在武将头像位置杀。青龙偃月。绝世无双。雕虫，可恶！我赵立天专注特效死。吾乃常山赵子龙，疾风迅雷。强教是，一切都是因为轮回镜的碎片散落在三国的时空，三国的历史才会发生如此巨变的喵。轮回镜，那是什么鬼？吾乃常山赵子龙。请点击出征按钮，请选择关卡，请点击挑战。开始了。那些谁都我是的喵，从抢武将的东西。哼，我一不和人家收集轮回镜，最后所有时空都会崩坏，人家都找了吧。那些火焰一定是我的错觉吧。看一下，对面人这么多，非特殊情况，人家是不能在凡间使用仙术的。不过，人家已经找好了帮手。我去，这么关键的设定，你到现在放开我家主公！玄冰神盾。竟然闯到了这里，呵呵，谁疯？你看我这家伙和之前遇到的杂鱼都不好。男人就是我，纵横游说。流风回旋，玄冰神盾。好男人就是我。请点击这里。放开我家主公！好男人就是我。请点击武将。
请选择武将。请点击，请关闭界面。请点击出，请选择关卡，请点击挑战，请选择上阵。放开我家主公！好男人就是我。周嘟嘟。黄，奇怪，孔明哪有我帅？皇上退兵，孔明哪有我帅？请点击。请点击武将按钮，请选择武，请点击啊！请选择关，请点击，战斗要开始了。你的金钻 S 萌萌哒！哎，小小乔喝一包。不是跟你说过要注意自己？啊，小乔今天可以。你开心就好。小乔萌冲！怎么？你发现碎片了？没有。不过碎片砍人家可是处女座的喵，最不能忍受有秘密。明明是东方的生肖神，却意外的相信星座是几个亿。你的金钻 S 萌萌哒，请点击任务，快点击这里。你说什么？嘟嘟酱，那些细节就不要太在意了吗？目前看来，曹操那边下黑手的可能性最大。嗯，既然如此，不妨掩护我在江边搭建七星台，届时我借到东风，自可大补。报告嘟嘟，我等院校犬马之劳。可恶，他们的攻击力太……没错，你们这些战五渣，有点意思。我赵云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能力……吾乃常山赵子龙，疾风迅雷。奇谋玄兵，现在事情不妙啊！怎么了？那次的刺客和之前动武的那些武将都是重案一种。什么？是曹操他们？你想让我去啊？你想要就说呀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你求我，我一定会去的嘛。所以说，哦，赵云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再也不相信。吾乃常山赵子龙，请点击。您目标任务完成啦。
领取